各位家长你们好，欢迎来到 Gulu Gulu Learning Academy， 我是 Karen 老师，欢迎你们呢今天将小朋友带入来和我们去透过画画来学广东话。我们除了有画画课程之外呢，也都有5至8岁 Level 1 4点至4点55分逢星期1至5加州 Pacific Time 时间，有不需要任何基础的3岁至5岁广东话 Circle Time 课程，这个课程是一星期一至五，五点至五点55分的。如果各位的小朋友或者有朋友仔是希望可以跟我们一起学广东话的话，欢迎你去跟我们咨询，我们会每一堂第一堂呢都是免费试课的。咁喺几分钟之后 ，Miss Kimmy 就会开始同我哋有呢个话去学广东话嘅课程就会开始噶啦。咁希望你哋完成课程之后，如果有任何嘅 feedback， 我哋都欢迎可以收集你哋嘅宝贵嘅意见，亦都欢迎你哋喺未来嘅日子参加我哋嘅课程。多谢你哋今日嘅参与，请大家悉心咁等候，等待呢一堂广东话课程嘅开始啦。小朋友你们好，我们今天会一起学画画，我们等着 Miss Kimmy 来的同时呢，请你们准备好铅笔、间尺，可以有颜色笔或者蜡笔，黑色的 Chalk Marker 和白色的画纸。我们等着所有的小朋友一起，我们就会开始的啦。 Hello 小朋友你好啊，咁样咧，我就系 Miss Kimmy 啦。咁如果你哋咧见到呢一张纸咧，就写住咗话俾你哋知。今日咧就系 Miss Kimmy 同你哋一齐画画啦。跟住咧，我哋咧原来今日我哋嘅主题系春天，春天已经嚟到啦，小朋友。咁样咧，我哋画画都要准备一啲材料嘅。咁样咧，有铅笔啦、间尺啦、蜡笔啦、黑色嘅粗笔同埋白色画纸，得唔得？咁咧可能要请爸爸妈妈准备定啦，知唔知道？好，咁样咧，如果我哋等多少少时间啦，因为我知道咧有啲小朋友都入紧嚟噶，好唔好啊？咁样咧，我哋不如咧喺度睇下咧，哇！今日咧我哋好开心啊，有好多好多小朋友同我哋一齐画画喺度，系咪啊？有没有小朋友呢第一次呢用广东话来学画画的？不如呢你给个手指公我啊，如果你有学过用广东话来学画画好不好？如果呢你是没有试过，那你就帮我手指公向下面啊，好不好？好，看看先，你是有啊还是没有？让我看看先。哇，我们好多小朋友，有些有，有啲冇，哇！原来有啲小朋友都未试过咧，用广东话嚟画画噶，系咪啊？哇！我哋有好多唔同嘅小朋友啊，啊，系喎，好，哇！原来咧 ，Kimmy 老师睇我，因为有太多太多啦。原来咧，大家咧都有唔同嘅小朋友啦，有见到有唔同国籍啦，有男仔啦，有女仔，系咪啊？好 ，Kimmy 老师又想问下你啦，我想知道你几多岁啊？你可唔可以话俾 Kimmy 老师知你几多岁啊？我又请你攞你只手指啊！你系一岁、两岁、三岁，我八岁、五岁、六岁，我十岁。好，你攞你只手俾我睇下。七岁鸡。一岁，望下先。你又攞你只手指俾我睇下喎。一岁，一岁，有五岁，有六岁，哇，仲有四岁，咦，有六岁，我睇下咧。一岁，六岁，好多都系六岁喎，系咪啊？哇，有八岁喎，八岁都有喎，系咪啊？我见到有小朋友八岁系你咧，你甩咗只牙系咪啊？我见到你啊，好，我见到有好多小朋友啊，有啲小朋友咧系平时都有同 Kimmy 老师上堂噶，有 Kelly 系咪啊 ？Kelly 六岁 ，Hello， 好多人啊，所以咧 Kimmy 老师咧唔可以逐个逐个叫你哋啦，但系我见到有啲咧一齐上堂嘅小朋友啊，好，小朋友都好开心啦。
今日咧，头先 Cammy 老师讲过啦，我哋今日咧，原来咧，我哋嘅主题系春天、哦。哇，春天嘅话咧，你睇下 Cammy 老师呢度，你见唔见到 Cammy 老师后面？哇，春天有好多乜嘢啊？咩嚟噶？我不如请一个小朋友话俾我知，边个知嘅举手。我请一个小朋友话俾我知。Flowers。好，我哋请一个小朋友举手，等我请佢先。请边个好呢？好，我睇下先。好，不如我请 Miss Karen 帮我拣一个，因为而家好似好多人都有举手喎、啊，好唔好啊？跟住咧，我哋会开咗你支麦，跟住你就可以话俾我知噶啦。嗯，好，睇下先，可以叫 Jacob。Jacob。啊，啊 ，Jacob，Jacob， 春天到啦！你睇 Cammy 老师后面有好多乜嘢？花。系啊，好多好多花，系咪啊？哇，原来花好靓噶，小朋友，我想问一下你哋啦，春天到啦，原来咧，我哋咧会喺出边见到好多好靓嘅花。咦，你咁你哋屋企有冇花噶？有。有冇花？不如揾啲小朋友俾我睇下你屋企啲花。如果你有花嘅，等我睇下先，睇下边个屋企有花先。你有嘅，你可以咧攞住，咁我哋就会见到噶啦。我睇下先。I have.哇！我見到 Jason， 不如你開你支麥俾我哋睇下你啲花好唔好啊？我見到有好多小朋友都有，我見到佢嗰個紅色好靚噶 ，Jason 係咪啊？我嗰個係粉紅色。你嗰個粉紅色係咪啊 ？Jason， 你嗰個咩色噶？粉紅色花。紅色。红色系咪？系好靓啊！你个花系咪啊？哇！我仲见到好多小朋友都有好多唔同嘅花喎、啊，系咪啊？睇下 Jason 嗰个红色嘅花好靓啊，系咪啊？仲我哋拣得一个小朋友啊，仲有边个小朋友想分享？我睇下仲有边个？仲有咩？有 Rika 咧？哎，小朋友个头上都有朵花喎 ，Rika 系咪啊？哦，支麦删咗，哎呀，嗰个咧系粉红色噶，哇，小朋友，原来咧我哋嘅花咧有好多唔同颜色嘅花，系咪啊？好靓啊！今日 Cammy 老师咧就会同你哋画花、哦，但系我哋今日画嘅花咧会好唔一样噶、哦，小朋友，因为今日我哋会画抽象画嘅花。咩叫抽象画啊？原来咧 ，Cammy 老师俾你哋睇下，原来咧呢啲咧就系抽象画啦。原来抽象画咧，我哋咧唔单止咧系要画佢嘅形态，我哋咧仲要利用佢嘅颜色同埋形状去嚟画幅画出嚟。仲有例如呢幅啦，佢睇落去咧，原来咧佢画紧个人嚟噶，但系咧呢啲咧我哋就叫佢做抽象画啦。今日咧我哋咧就会画抽象画，抽象画点画噶？今天我们就会开始，请你现在可以准备你的材料了。好，看看 Cammy 老师这里先。刚才呢 Cammy 老师呢就跟你讲了。好，等 Cammy 老师开了它先。好，请你呢准备你的材料，见不见到 Cammy 老师这里呢？我们要有什么？刚才讲过了，刚刚进来的小朋友，如果不知道的，现在准备了，我们呢要有画纸啦，要有蜡笔啦，要有黑色粗的笔，要粗一点，还有铅笔、擦胶啦，还有间尺，行不行？准备好的，手指功。好，我见很多小朋友都准备好了。
好好啊，大家咧都准备好晒，咁我哋咧而家就要准备画画咯喎，得唔得？好，首先咧，我哋咧将其他嘅嘢搦咗先，我哋净系要攞准备支铅笔同埋画纸，得唔得？等 Kimi 老师嚟删咗先。OK， 好啦，小朋友准备好嘅时候咧，首先我哋咧会喺张画纸嗰度，首先咧我哋喺侧边咯，我哋咧俾啲挛挛曲曲佢，点样挛挛曲曲？好似个波浪形咁样样啦，我哋侧边。得唔得？跟住呢度又系啦，好啦，都系啦，呢边都系啦，我哋咧四条边都系嘅。都是俾啲咧波浪嘅形，其實都得噶啦。下面又係啦。好。得嘅小朋友又是手指功，那我就知道咧，哇，好多小朋友都画咗啦。我哋终于画完啦。咁耐嘅。好啦，跟住咧，我哋咧准备画朵花咯。OK， 朵花咧，原来咧佢有花蕊，所以咧我哋咧喺中间呢度，我哋画一个咧好似咧圈圈咁样样，睇住咯。圆圈咁样样喺侧边一路画上翻嚟，好似支波板糖系咪啊？平时你哋食啲波板糖系咪咁嘅咧？好，我见到小朋友啦。好啦，我哋咧原来应该系花蕊，跟住我哋就要画啲花瓣啊，小朋友。咁样咧，你可以咧自己谂下，你画五个花瓣、四个花瓣或者三个花瓣。因为头先好似咧小朋友俾我哋睇嘅花咁啦，原来唔同嘅花都有唔同嘅花瓣噶，系咪啊？有啲可能大啲，有啲可能细啲，得唔得？你可以自己谂下你自己嗰个花瓣会系点咯，得唔得？咁 Kimi 老师个花瓣咧就系咁嘅，圆圆地啦，有两个啦，呢个咧好似个 U 字形咁样画啊，我哋好，我哋可以擦翻少少粉，得唔得？嗱 ，Kimi 老师呢个咧系有五个花瓣嘅。跟住啦，我俾翻支棍棍佢啦，我呢支棍棍咧放翻落嚟呢度。然之后咧，我哋咧俾出叶佢咯，我咧就中意细细个叶嘅，呢个又系啦，呢边又系啦，我哋又俾个细细个叶佢啦。你可以咧画你自己都得嘅喎，你中意三个花瓣又得，或者你中意个叶分开画又得，唔同都得嘅。好啦，而家画好嘅咧，我哋就请你攞支粗嘅笔，我哋咧跟住啲线画住去咯，慢慢画，小心啲，攞支粗嘅笔。跟住啲线慢慢画啦，第一个 U， 第二个 U， 第三个 U，
第四个 U， 然之后再俾多个 U 佢啦。下面呢度系啦，下边咧呢朵花又系啦。个叶都系喎，我哋咧都要俾翻个边佢。呢边又系啦，有两块叶嘅 ，Kimmy 老师呢个花，你哋都可以喎，睇下你哋个花咧几多块叶啦。跟住啦，侧边咧呢啲菠萝我哋都系跟住咯喎。呢边又系啦，下面都系喎。最后呢条边啊，呢个咧就是一朵好普通的花。好，我看到大家都好努力啊。得唔得？画好咧 ，Kimmy 老师就会话俾你知，跟住做乜嘢咯。嗱，我见到有啲小朋友咧画好咯喎，嗱，你画好都可以俾我睇下你朵花嘅，等我睇下唔同小朋友嘅花先，我哋未做完过，不过啊，好靓喎，见到 Parker 又画咗喎 ，Emily 都画咗咯喎，系咪啊？好多好多小朋友都画咗啦，好靓啊！你哋个花，好咁样咧，跟住咯喎。因为今天我们要画抽象画，除了画花之外，这样呢我们呢跟着怎样呢，请小朋友在任何一点 Kimmy 老师呢就喜欢选这一点，我就在这里点一点，你自己选一个点、哦、任何点都可以，你可以选这里又可以，这里又可以，这里又可以，任何一点选一点就可以了，一个点啊，好啦，如果你揀咗之后呢，我哋就要间尺咯喎，攞你把间尺喺呢个点，随意你鍾意点样间都得嘅，例如 Kimmy 老师鍾意喺呢度间到嚟呢度，咁我就间落去一条线，唔一定要跟住我一样嘅，总之呢你画一条线喺度，我哋呢会画、你鍾意画两条线又得，三条线又得，咁 Kimmy 老师呢，看看 Kimmy 老师画几多条线喎 ？Kimmy 嗱，但系我哋永远都系跟住呢一点啊，小朋友。第二啦，第二条线，
第三条线。第四条线。我想畫多一條線，咁我就畫第五條線。好，你哋可以咧任何五條線，總之呢一點咧都喺呢度一樣嘅就得噶啦。任何五條線啊，行不行？好了，畫好了之後呢，我們又是了，請你拿你支黑色的粗筆跟著線畫了。如果有些圓不狠的，你可以將它拆咗去旁邊。OK。好，我看到有些小朋友都畫好了那五條線，是不是？或者你畫四條線其實都可以的，沒所謂的，行不行？跟住呢，我們呢就會 Cammy 老師呢想教你們一件事，就是呢我們呢平時呢你們有很多不同的顏色，是不是？原來我們顏色呢我們都分為呢冷色和暖色的，小朋友。好了，你看看這裡什麼是冷色什麼是暖色呢？原來呢在這邊好似咧太陽啊、紅色啊比較乾呢啲咧，我哋叫佢暖色調嘅。另外呢一邊咧，藍色好似天空嗰啲顏色係咪？或者海洋，我哋叫佢做冷色調嘅。今次咧，我哋咧開始填顏色咯喎。我會請小朋友咧，你可以任何顏色，你可以揀一隻係喺暖色調嘅，喺呢邊揀一隻；喺冷色調呢邊亦都係揀一隻，得唔得？我們呢只是用兩隻顏色來油這幅畫的。好了，你可以選擇了。好了， Cammy 老師呢就選擇了，我就選擇了紅色和綠色的。可不可以？好了，我看到呢很多小朋友都差不多了，選擇顏色沒有呢？小朋友，好了，我看到有很多小朋友选了不同颜色了。 Cammy 老师呢就选这两只颜色，那你们看看你们选什么颜色了，选两只颜色，记住啊，我们选一只给你看多次啊。我看到有些小朋友呢未选到一只，我们选暖色调的这边的颜色，选一只，一只是冷色调的，得不得？原来我们颜色呢我们分为暖色调和冷色调的，
咁咧，你喺暖色调嗰度拣一只色，冷色调拣一只色，得唔得 ？OK， 好。咁样咧 ，Cammy 老师度咧就拣咗两只颜色啦。跟住我哋点样又咧？睇住咯，我哋咧头先你哋系咪拣咗好多条线啊？好啦，我哋由呢度开始咯。我哋咧喺呢度，我哋分咗一个好似三个人咁，系咪啊？咁我哋咧呢度有两个部位嘅颜色，咁我哋咧将呢一个部位，唔系花嗰个部位，你就拣一只颜色。例如 Cammy 老师拣呢只绿色，咁我就游咗去啦。你哋唔一定要跟我呢只颜色嘅、哦，你哋可以拣你哋嘅颜色，但系我哋只需要两只颜色嘅啫。咁我哋就游啦。你可以咧游咗侧边呢度先啦，咁咧佢就唔会出界啦，唔会游到隔篱啦，得唔得？跟住再游中高，好似平时咁样游咗去就得噶啦，得唔得？好啦，跟住头先我话我拣咗两只颜色系咪啊？跟住我而家就用另外一只颜色，我就游嗰朵花啦，喺呢一格嘅花咯喎。跟住啦，隔篱咯，我哋就调转咯。今次咧就唔系花嗰度，我哋用呢个红色。你都系啦，你可以咧游咗侧边呢度先啦，咁就会咧唔会游出界，然之后先游中间。然之后呢朵花呢度，我哋就由绿色啦。今次好啦，再隔篱又调转咯，小朋友。所以咧，今次出边嗰度我哋由绿色，朵花嗰度我哋由红色。隔篱嗰边咧，亦都系调转咯，所以出边系红色。朵花入面咧，我哋就由绿色。隔篱又系一样啦，调转翻啦。朵花咧，我就由红色。出边咧，我就由绿色。这个花又是了、啊、今次呢我就由绿色出面呢我就由红色我们又是了你有颜色的时候呢有时你可以呢这样由旁边这里先的如果你游咗侧边咧，佢就唔会出界啦。咁你咧游咗呢度小心啲。跟住先游中间，好啦，下一格又系啦，又调转咯，今次又系朵花咧就有红色，出边咧我哋就有绿色，下一个又是了，又调翻转啦。朵花咧就由绿色啦，出边咧我哋就由红色。
隔篱又是一样的、哦、我看到小朋友呢都已经知道了，大家都很努力地游泳他自己的花了，是不是？我想呢个叶和我的花一样色，我就会游了红色啦，然后呢我就知道就是都游绿色了。最后了，我看明老师都又是了，我的花呢就会去了绿色啦，然后呢我想我的叶呢都是跟我的花一样色，所以都是绿色啦。然后呢就是红色啦。好啦，就是咁咧 ，Cammy 老师幅画咧就画完啦。好，你哋画成点咧？得唔得啊？我见到大家都好努力啊！呢、这个呢就是呢我哋抽象画啦。咁样咧就唔单止咧，我哋咧画单单咧，好似平时你哋画画咁咧，画你哋嘅想画嗰样物件出嚟。我哋咧会利用唔同嘅形状啦，同埋颜色啦，咁我哋咧去画呢幅画出嚟嘅。所以咧，我哋今日咧就拣咗一只咧。兩種不同的顏色啦，就暖色啦，同埋一個冷色咧，去做呢幅畫嘅。啊，見到你溝油得好靚喎，你溝，你溝油咗一半啦，係咪啊？如果你哋咧參加畫畫班嘅時候咧 ，Cammy 老師會再教你哋咧，你哋個鏡頭點樣 set 咧 ，Cammy 老師就可以睇到你哋畫畫啦。但係而家咧就睇唔到，我就淨係咧見到你哋好努力啊，個個都低頭好努力咁樣畫緊，係咪？好好啊，啊大家都畫得好靚喎。好，我咧不如請啦，見到啲小朋友畫好啦，不如咧我又揀三個小朋友啊，佢咧分享佢幅畫好唔好啊？我不如我又請 Miss Kevin 幫我哋揀三個小朋友咯、啊，同我哋分享好唔好啊？你可不可以分享下你的畫？哇哦，好漂亮啊，你哥，你的畫可不可以幫你再看多次啊？好漂亮啊，好漂亮啊，雖然沒有，你用了什麼顏色由你的畫？我用綠色和粉紅色。啊，好漂亮啊，好好啊。原来你用绿色和粉红色，好，继续努力啊 ，OK， 继续努力啊，继续游埋去。好，我哋咧再拣多两个啊。OK， 今次拣一个男仔啦 ，Parker， 睇下先。哇，好靓喎、啊！原来 Parker 幅画 ，Parker 你用咗乜嘢颜色由你幅画啊？今次蓝色同埋红色。哦，用了蓝色和红色，是不是啊？好漂亮啊，多谢你分享啊。好，揀多一个小朋友。我知道 Zachary 是不是想分享啊 ？Zachary。Oh, by the way, you know, I'm not really finished, and also I'm not almost done.
紧要啊，我哋可以，你可以讲话。你话我仲未画完，你话我未画完。哦、OK， 原来仲未画完。I'm using pink, green. OK， 你用咗绿色同埋橙色系咪啊？你话我用咗， yeah. 我用咗，我用咗绿色、绿色同埋蓝色、粉色、and 橙色。哦、oh, ，OK， 好好啊，咁你继续努力啊，好唔好啊？继续游埋去。多謝你分享啊！多謝你，好好啊！哇，小朋友咧都游得好靓喎，系咪啊？原来个个小朋友咧都可以咧画到好靓嘅画，系咪啊 ？Kimmy 老师咧有时咧画完嘅画咧，我哋都可以嘅喎、哦。你可以咧将你幅画喺下面写翻你嘅日期，签翻你个名，就系话啊，原来咧呢、這个咧系。我幅画嚟噶，咁样喎，所以你画完之后咧，你可以喺下面自己喺下面呢度签翻你个名，呢个系 Miss Kimmy 画嘅，咁 Miss Kimmy 咧就会签翻我个名，你哋都可以噶，得唔得啊 ？OK， 咁咧你哋嘅作品咧今日就完成啦，你哋就成为一个小小画家啦，今日。好啦，咁样咧。嗯、我哋可以叫所有小朋友一起打开镜头，将完成的作品呢可以在镜头上面，我哋可以拍一张相、嗯。好啊，好啊，小朋友，我哋一起拍一张相啊，好唔好啊？请你咧，而家就打开你个镜头，一起咧，好似 Kimmy 老师咁，打开你个镜头，可以咧一起拍一张相，好唔好啊？好似 Kimmy 老师咁，攞住你幅画，好唔好啊？好、oh. ，哇，好靓喎、哦，小朋友，哇，大家都画得好靓啊，哇，你七彩颜色噶，真系，系咪啊？系啦，如果你未画完、未游完都唔紧要，我哋一齐睇下，睇下你幅画，好唔好啊？想睇下咧，所有小朋友，哇，都画得好靓喎，我哋今日咧，你哋知唔知啊？我只系画一咗。有好多好多小朋友同我哋画画，今日好开心啊！我哋咧原来有咁多小朋友中意广东话嘅，系咪啊？我哋今日咧就有好多小朋友喺呢度咧同我哋用广东话嚟画画，大家都好叻啊！我哋咧原来大家咧都识做个小画家噶，系咪啊？好多谢大家咧今日咧参加我哋呢个画画班啊，小朋友咁咧。如果你们有兴趣或者喜欢画的话，可以下次再跟我们一起画画，好不好、啊、最后我请小朋友可以开麦一起说话了，我们开麦一起，拜拜 Kimmy 老师，拜拜拜拜拜拜。完成了你们的画画之后呢，希望你们今天的一堂是可以好玩啦，同埋都可以喺 Miss Kimmy 呢堂里面学到一啲冷色系同埋暖色系嘅分别。抽象画原来系好好玩噶、哦。好啦，我哋嚟紧咧就有 Arts Club， 欢迎大家参加嘅。Arts Club 咧会系每星期一至到星期六都会有嘅，而我哋咧系有唔同语言去学艺术嘅课程。广东话咧我哋将会喺星期六同星期日嘅举行。如果有兴趣嘅朋友，仔咧，欢迎你可以同我哋联络报名参加，同埋咧，我哋都再有广东话嘅五岁至八岁 Level One 系星期一至星期五嘅4:00至4:55，三岁至到五岁嘅小朋友唔需要任何嘅广东话经验，系可以参加我哋嘅 Circle Time 课程。星期一至到星期五5:00至5:55，透过认真教育嘅呢一个机会咧，小朋友学习语言能嘅速度系会比每周一课嘅广东话课程快得多噶。希望你哋咧可以嚟参加啦！我哋咕噜咕噜嘅团队欢迎你哋。好啦，大家我哋祝你哋有一个愉快嘅一天，我哋下次有机会再见。